家人们，这个搅拌酸奶又出新口味了哈！现在目前又出了一个火龙果味，还有这个饼干的小饼干的，看到没有？嘿嘿，特别的给力啊！娘们还没真没这样子吃过。我们这个酸奶，我们现在是这个是小杯的，145克的啊。现在一单一箱哈，给大家。发的是那个10杯，口味可以选择哈，还有那个猕猴桃和那个草莓口味的。合计下来才4块一杯啊，太划算了。你们平时的话，把这个。酸奶放到冰箱冷藏一下，吃起来像冰淇淋，冰冰凉凉，特别是热天啊，贼得劲啊！比线下划算的太多了。而且大杯的我觉得都吃不完，就像这种小杯的，一次一杯，吃得干干净净，不浪费，酸酸甜甜的。喜欢的安排。